国的花朵，最帅的芒果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帅芒果。嘿嘿，我又来皮了。前几期视频很多小伙伴说我老是玩调香师，能不能玩玩别的角色？可以，今天我就来玩玩空军吧。但是玩空军呢，就代表我是一个救人类，所以这一把呢，可能芒果又要被打断腿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正所谓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我操，我招鬼了！乌鸦嘴，乌鸦嘴，我的天哪！看来我已经被黑白无常给盯上了，但是我也不怎么慌啊，因为红教堂呢就是我的地盘嘛，对吧？管你什么监管的，在这个版区呢，我六个三台机应该不是问题吧？哇塞，又迎面撞上了小火鸡，看来咱们还是挺有缘分的，不如放下武器，坐下来谈谈人生如何？哎，好吧，看来这个小火鸡真的对我很感兴趣啊，难道他就是喜欢这种女汉子类型？但是可能我满足不了他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带枪的女汉子。陀枪师姐，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暴露我的年纪了。好吧，被发现了，这家伙现在到处插眼了，看来我躲是不可能躲得了的了，唯有靠我的风骚走位来战胜他了。这边板子多，不拆板的话，可能他追一辈子追不上我啊。好的，先拆个眼。哎呀，又看到他了，那我先躲起来。哟，他好像不追我了，居然没有追上头，这小伙计还是挺淡定的。哟，魔术师被打了，挺住啊兄弟，我能溜这么久，证明这个监管其实还是挺水的。好吧。魔术师怎么就跪了？难道说不是监管水，是我太强了？好吧，兄弟，不要着急，我这就来救你。嗯，监管手师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上去扛刀救人吧。哎，但是他为啥不管我呢？哦，原来是咒术师也过来了。小伙计啊，有点意思啊，追不上空军女汉子就去追非洲黑妹。哎呀，这口味有点重啊。好吧，他又回来了，看来我要吃刀子了。哎，幸好他空刀。哎，好吧，先插个板挡一下。我操，居然直接无视我了。看来是我对他造成的伤害太深了。哎，那我不管了，回去先把这个机子修好吧。我操，魔术师又被抓了，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？喂喂，兄弟，好歹你也是个有棒的男人啊，居然一分钟都坚持不住啊！算了，还是等我来救你吧。刚来到这边就看到黑妹被锤了一下，看来为了救人，黑妹也是够拼的。看起来监管很害怕黑妹用技能救人啊，所以他很可能选择先去抓黑妹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的机会就来了，趁机上去把魔术师摸起来。不要慌，兄弟，他要是敢回来，我就送他一炮。嗯，这家伙好像真的回来了。好的，兄弟，你先走。啊，我一枪怼回去。啊，怎么说？好的，完成任务了。我潇洒的离开，不带走一丝尘埃。怎么样，帅气不？好吧，这次轮到咒术师跪了。监管终于抓到一个女角色了，真是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。不过队友也不要慌，我马上来救你。哟，又摸到一把枪。哇，我今天的运气真是不错。小火鸡，今天遇到我就说你倒霉了。我有枪，难道还怕你手撕？啊，我卡一打你怎么说？我操，什么鬼呀、啊？你有毒吧？哎，大心脏，我又起来了，我他妈给你顶大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还以为运气好，结果被猴王斩了。好吧，黑妹你赶紧走吧。糟了，他飞回来了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快走！他来追我了，我的天哪，好像放了一个技能，但是我不知道真身在哪里啊。哎，好像这全是假的，哦，真是吓死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哇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哇，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差呀？快跑啊！没想到，最终我还是劈断腿了。我的队友全都跑了，好吧，哎呀，也算是没有辜负我的努力了，我被抓了也算是给监管一个面子了，免得他太难堪了。